另外一个问题，他说人是怎样来的，世界是怎样来的？这个问题问得很大。我要跟你讲啊，就不是两个小时能讲得完的。那你要想知道呢，《楞严经》里头对这个问题可以说讲得很详细。如果你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搞明白，实在是不太容易。我劝你把这个问题放下，不要去理会，一心念佛求生净土，到极乐世界去问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会给你讲得很详细。